我一直鼓励我们实验室的这些年轻人抽出一定时间来到操场上去活动一下，做科学研究也好，教学也好，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不能够承担一个高强度的工作。我们在药物行业里边有这么一种说法，你设计的这个药我修修改改跟你差不多，所以我们叫 me too 药物，比你稍微好一点就叫 me better。 很难的一种呢，就是我第一个发现这个蛋白 first in class， 希望呢将来我们中国人自己找到的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正的是在国际上就领先了。癌症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束手无策，直到上世纪50年代 DNA 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为抗肿瘤药物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也推动核酸化学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61年，在著名化学家王旭先生的倡导下，我国第一个核酸化学研究室在北医药学系正式成立。年轻的张礼和毕业留校，作为王旭教授的助教，从此踏上了核酸化学研究之路。王旭教授从这个德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本那个德国的一个有机实验的一本书，他就是给我这本书，他说你就从头到底做一遍，同时呢根据做的这个实验要去查阅相应的有关这个实验的文献。他认为就是你老师要给学生一碗水，你必须自己要积累一桶水，所以你要有这么一个积累，你才能去教学生。这段经历让张礼和打下了扎实的有机化学基础，也在他心中形成了严谨踏实的科研作风。另外呢，王旭教授还有一个非常对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思想，做核酸药做药物，你光是靠有机化学是不行的，肿瘤细胞的这个核酸代谢跟正常人的细胞的核酸代谢到底有些什么差异，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生物化学啊，细胞化学。当时的有些任务嘛，主要就是从中药里边找一些什么老慢支的药物啊，所以我就把有机交因组的一些人，另外呢搞中草药的一些人，还有那一些搞药理的人，我就把它组织在一起，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研究组，当初就叫科研组。这个现在看来有些大材小用的科研组，正是如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雏形。这也是张礼和多学科交叉合作思想的第一次实践。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化学家们逐渐开始从分子层面认识肿瘤细胞。此时国内正值改革开放，凭着出色的科研实力和扎实的外文基础，张礼和成为国家教委派出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系。辛尼海克在这个组里边的研究工作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他是围绕着一个科学问题，布雷霉素为什么能够使得 DNA 断裂，利用这样一个科学问题，他组织了合成的人、搞生化的人、搞生物的人，是吧？这个一起来做，而且最后得出一些结论。为什么我们的国内的工作跟国外的工作在当时有比较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多学科的协作。回国后，张礼和便将多学科交叉合作作为重点工作来开展。你就看一下你里边嘌呤碱基有多
少，嘌呤碱基多的时候，嘌呤碱基有没有连着的嘌呤碱？你这图谱在这儿，我得打。图谱在这儿呢。把那个图谱打出来看。然后它那个吧是流带的，流带的，流带的。然后这个是他想要的东西，这三个。如今，这种用基础化学思路研究生命过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逐渐发展成一门新兴学科——化学生物学。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带头人，张礼和致力于药物化学研究。他的课题组逐渐成为了在核酸化学和抗肿瘤、抗病毒的研究中有一定影响的团队。然而，张礼和并没有急于将研究成果变现，而是选择潜下心来，专注于基础理论和技术转化。这是内器官吗？这是心脏，心脏，心脏，染的 HE 染色，蓝色那个。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药都是跟头，国外有很多很多的药物设计的方法，把国外的这些方法拿来，我照猫画虎的找一个已知的蛋白去做药物设计，做来做去跳不出国外的圈子。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你老是跟着别人走，有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别人的专利的限制。我们不要去做现在公司能够做的工作，一些 me too 的工作，一些 me better 的工作，他真正要做一些开发性的，叫开创性的，做一些这个前人没有的。所以我曾经说，我们要做一些未来药，就未来可能成为药物的一些药物。有些人就是急功近利的人，就认为你这个工作好像没什么意义。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核酸的药物从概念到发展到突破一个一个技术瓶颈，到2018年第一个小分子干扰药物在美国正式上市，而且这几年连续出现了2到3个。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是我们等待这个技术的发展，等待技术的成熟，等待临床接受，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要能够耐得了寂寞，耐得了这样一个认为被人忽视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仅要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更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信心。从人工合成 DNA 片段到发现具有信号传导作用的小分子探针，再到发现新抗癌剂八氯腺苷，张礼和多年来长期和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多项具有引领性的学术成果，为发展基因药物提供了新途径。更长远的眼光终于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如今，85岁高龄的张礼和已离开科研一线。他与几位教授一起，在江苏省昆山市发起成立了小核酸生物技术研究所，专注于推动核酸药物事业的长远发展。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产品，现在正在申报我们国家的这个药监局来做临床研究。从跟跑要到领跑，这也是我们国家科学研究的必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次中央都提出来是创新驱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策略，我想北大应是义不容辞的。北大的精英教育里面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让学生有创新的意识，要有一个批判的思维。
我们现在说一谈到做肿瘤药，那就是这些靶点、这些靶点、这些靶点，那实际上都是人家已经报道了。我们能不能自己找到一些靶点？要敢于去做别人没有做的一些工作。这些思想理念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个理念。我是1959年7月份入党的，已经62年党龄了。北大的红色基因就是要为我们自立的、自强的、科学民主的国家来奋斗。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珍惜现在这样一个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好的科学研究的时代，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出更多的事情。